便利店有两只蜗牛背着书包讨论数学题，酒吧里傻逼对狐狸倾诉着秘密，太多太多的惊奇。我们今天按照我们观众的路线走一遍，完整走一遍。对，必经路，对。它这个湖对，开始你看，开始从这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舞台。对，啊啊，基本上他们一进来就已经能看到这个舞台了。对，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我们的设计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是这里，就感觉就很杭州的那个，对，就很江南。小心啊，小心小心，前面就是我们的安检口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要过我们的安检，看看有没有违禁啊，违带的这个物品。然后以后呢，那左边呢是我们一个教堂，用来我们的歌迷当存包处。哦，存包，存包，对，存完包以后，右边呢？其实他们这也有时候可以在这休息啊。对，可以。然后过了这个验票口以后，就全部都是我们火星演唱会的主场地了。对，其实大家都可以带那个风筝过来放风筝了。对，可以。春天。对，但那天我们人就是比较多了啊。对，这是我们的验票处，验票口。通过验票口以后，就进入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火星演唱会的场地了，等于其实在进演唱会之前已经能体验到这个公园的这些就大概的一个比较好的体验了，自然景象。对对对对对，过了票务的这个票务口以后，第一个就能看到我们欢迎回家的这个标识。对，这个就很就很火星了。对，就是一眼就是我们的火星演唱会了。对，然后从这儿走，就前面就是我们的艺术打卡区，然后那边是我们那个休息露营的一个这个场地，对，大家可以在那儿休息。然后这儿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舞台。其实进入我们所有的场地，包括在外面开车的时候，也是能看到我们的舞台的。对，主要我们舞台这个环儿太明显了，对，比较有标志性。啊，这有这已经有很多人在放风筝了。对，周末就比较多的人。是的，哇，这么多人都已经来了。对，其实今天大多数歌迷都已经有一部分歌迷到了。对，大多数的其实还是7号啊，6号晚上啊。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杭州站的一个人物海报。好，就是。好想笑场啊。Hello， 这就是我们的艺术装置区了啊。对，就是我们和艺术扎的一些合作。对啊，这个就还是很火星。对，哦，对，这个还是这是我们鸟巢的那个。世界像一个动物乐园，那么那么大，超级乐园，你会打开眼界。出去地铁巴士挤满了蚂蚁，计程车打开车门，一只蝴蝶飞进去，猫头鹰就会转红灯，刚好食材变绿。哎，这还挺舒服的，这还挺舒服的。瓜哥，哎，好，在这儿啊。在台从早到晚都关在家里，花无远近看鹦鹉不懂花香外语，树袋熊懒的本人总喜欢叫外卖啊。阿威阿莱芬比萨，工地上烟熏蒸来冰冰冰箱，提到舞台出跳出棒棒棒声。我们现在是去演出场地。嗯嗯，那边呢是有露营，我们的观众也可以去休息一下。对，一过来看到这个就很震撼了，而且这时候这牌子我们也会拆掉一部分。然后在里面呢，我们有餐饮区，有我们的火星能量站，
给我们卡西莫多的礼物，嗯，就是基本上21年体验感比较好，他们都保留了。另一侧呢，也是我们的餐饮，包括我们的服务点，嗯，对，然后我们的移动厕所，对，然后在那边也有，那边有，你看，这个是属于火星那个美食的那个地方吗？啊、对，那个时候我们是左边也是，左边有，两边全是、啊。一会儿我们去体验一下左边，啊，对，然后前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正演出的舞台了。啊，对外面这些草坪上就是我们的场外的观众啊，等于站这其实也能看到舞台，很能看到，但是我们其实大多数观众都在草坪里面看，很近的。对，那外面会有观众吗？会，其实观众大部分都在里面了，是吧？对，有里面的，有外面的，哦，有外，有场内的，有场外的。对，场外他们可以看这个，看大屏，也可以看舞台，其实很近的。哦，你忘了有一年他们还挺喜欢看大屏，在大屏和你互动。是是是，对对对啊。那我们现在去看、哦、去看一下那个我们的打卡区。好的，就是我们美食，这是啊能量礼包，这是我们今年升级的火星锤、嗯、哦，对，然后它那个链会更宽了、嗯、然后设计也是今年我们改了设计，虽然这个花不是今年的设计不一样了嘛，嗯，所以都是改了，嗯，去年的还是可以用的、嗯、对，哦，去年也可以用，也可以用。然后呢，前两天有歌迷把去年的带来了，一进入我们的园区，我们在测试嘛，因为我们跟着我们灯光测试，一进入我们园区就自动就亮了，不管你开不开开关，所以他说火星在召唤我们。对，这是我们今年的能量包，打开看一下，嗯，看看，这个是能量包，对，里面的东西是吧？对对对，这去年。这啊，火星的那个衣服，不是，这是火星的手服，哦，手服毛巾，手服啊，这是毛巾，对对对。哦，这个是毛巾了，对，手哦，这个就是里面的是吧？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装那个手机包，手机，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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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行李牌、哦，行李牌，对，这是一些贴的一些小件，对，是手账本，哦，手账本，希望把我们来火星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坐垫，哦，坐垫，坐垫是需要的。对，充气沙发吧，充气沙发，就是那年那个，那年有可以躺，可以躺着的这个。今年我们火星特影又出了一个日出，日出版的吗？对，日出版的，尝一下，尝一下。这个，这是我们日出限定。还有小汉堡，小汉堡，对，小汉堡，对，这也是刚做好的。每年我的最爱，还可以，哇，很好喝，啊，它里面放了有那个，这是个棉花糖，哦，对，然后里面的那个太阳花，新鲜的太阳花，对，它有那个叫什么，就是橘子的那个，对，有橙子，哦，橙汁的口，嗯，对，哦，橙汁，对，我就说这个，哇。好喝，今年又升级了，出了一款向阳而生版的火星特饮。然后去年，不是去年，前年的那个也在，对，那个火星特饮也有，今年又有一个新的了。我每年演唱会上最喜欢的一个喝的，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一些休息区啊。我们在场内搭了很多，啊，就是照顾有一些有特殊需求的，是有座的，就有些人他们可能。不舒服，啊，对，不舒服什么的，我们会来，会在里面坐。好的，对。有今年我们的火星雪糕，这是雪糕吗？对对对，哦，对，你可以尝一个，拿一个。我巧克力，对，我要巧克力的，巧克力的，这个，啊，这个，好的，对。这个是做的是一朵花，是吗？对，我看还有做演唱会 logo 的，这个 logo 的是什么味道啊？覆盆子味道，这是什么味道？有点像那个，就酸酸，哦，酸酸的那种感觉。哦，啊，那我吃巧克力，那我吃这个。啊，好，我吃这个。好的，嗯，花。OK， 那我拿来吃。对，你来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游园就结束啦，然后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那我们最后就是我们的舞台了，嗯，我们火星演唱会见了，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拜拜。